你搞你妈讲，你刚刚被人气过了，你躺在马路上走行人呢，有个人上来就呼了你嘴巴了，你再回头一看，我天哪了，根本看不到人。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往往附带有独特的价值观，千百年来食甚至成为中国人体悟世界的方式。是不是把他说一声啊，别到时候浪费了，然后就给我盛了老大一碗，咕啦咕啦咕啦，再多就吃不完了。你都没吃呢咋就知道吃不完了？也对啊，那你成吧。最后我实在吃不下了，妈我实在吃不下了。你吃不完你咋不早说呢，汤汤水水一大堆，你说你给谁吃呢，给我吃呢，我是你干事桶，怪我喽，对不起啊。